成功者凭什么成功？他们拥有金钱、权力。规矩是我定的，你们怎么跟我玩啊？和更多的机会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折个走那么走，在这什么都不好使。世界毁灭了，我们要活着呀，我们得活着呀。成功的幸福感，或许也该轮到他了。在这个被海水和风暴围困的末日岛屿上，一切竟然从零开始。那咱就把这戏演下去。就这么好，等待我们的结局只有四个字：坐以待毙。你们想永远待在这样吗？你们想见到光明吗？想吗？那就让我们齐心协力，去寻找属于我们的新大陆。不相信、啊。